我没有啊，我问一下啊。来来来，我问一下，我看我这样的对不对？来，我问一下，过来。那个程序事项，调查局，还有谁？还有检查，哎，那个警政署。警政署是没来呀、啊。今天是来来来，一起来，对对对，来来，快点，我的时间快点。好，依照调度司法检查条例，你们是不是要协助或听受检察官来执行职务？是或不是，局长？是应案的时候。是，好，副署长。是的。是，好，请回。法务部长，我再问一下。好，部长，我上一次质询，我上一次在这边问的，有关于检察事务官需不需要来，请问今天来了没？没有。为什么没有来？因为检察事务官他们是协办检察官，对不对？那我跟你讲，今天调查局也可以回去了，警政署也可以回去了，他们是不是也是受检察官指挥在办案？但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因为检察事务官，你告诉我哪一条法令说检察事务官不用来？不是，哪一条？大法官461号，461他有上面有指明定指明吗？他没有指明。那一样啊，他们也是一样受检察官的指挥办案啊。那他们为什么要来？不一样，是因为哪里又不一样？因为检察事务官办的是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的一部分。来来来，等一下，来，那个法院院长过来，请问一下，我再问一下。他们都不用来，你今天来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来？因为我是，你告诉我们啊，我是台北地院的代表人，然后大院也通知我今天来，所以你就、啊、另外就说，这样有没有违反到我们的宪法所对你要求的？我们今天有没有侵犯你任何的权利？有没有？有没有？大院对台北地院有预算的这个的，你是因为预算所以不得不来？不是，我是尊重国会这个。大院通知我当然要来啊。好、哦、好，那请坐。那部长，你一直用461条，我也跟你讲，检察官我们也能够赞同，但是检察事务官你难道连去调哪些资料来让我们了解也都不行？好，就像你讲的，他们最主要是受到所谓检察官的指挥办案调度，对不对？那我跟你讲啊，我们的调查站，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警政署也是接受检察官指挥办案啊。那他们今天来干什么？不是，层次不一样。层次不一样，检察官的层次比较高。不是，我们并没有叫你针对检察官个案来啊。我连检察事务官，你们是怕倒尾巴哟，是不是？你们是因为担心都不容吗？所以连检察事务官一般的公务人员都不敢让他来我们立法院接受备询吗？是这样吗？不是。所以现在以后你们检查体系都不用来，是不是这样？因为461要给你们保护，是这样吗？461号检视的内容应该是这样。接下来请吕学章委员程序发言。主席，